活着不是赢家就是输家，你敢输掉吗？敬请期待逆转胜就在东森电影台。为自动介绍，就望谢松峰先生。嘿、hey, ，Hello。真搞不懂为什么我爸要找你这么无赖。对，我就是废物。谢先生，您目前的工作是？我在南部做记者。房子啊，不要管什么高利贷，就搬家嘛，好不好？我不搬，我去援交。身材不好，没要。谢双峰很故意的哦。不可以叫我的名字，叫教练。教练。两个跌破眼镜的搭档。哎，谢双峰，你未来度假。逆转胜，7月11号晚上9点，东森电影台逆转全台。